der Apfel die Banane die Birne die Glühbirne. Die Glühbirne. Die Glühbirne 就是灯泡的意思哦。那我们看一下 ，Glühbirne 就是一个复合词哦。Glüh 原来是一个动词 ，Birne 就是一个名词。你看这个东西长得像一个梨子，可以吃的那个梨子那个水果哦。那个前面那个 Glüh 它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动词 ，Glühen 它的中文翻译应该是几亮。所以呢 ，die Glühbirne 不可以吃哦，在家里可以用，是一个灯泡。再一次哦，德文呢 ，die Glühbirne 就是这么简单。